今天我们干嘛？去打猎吧。不，今天也不用出去打猎。今天哈，我把风车平台这边稍微再完善一下之后，然后抬高你的那个举架。嗯，那我出去打猎去吧。好这个在 YouTube 后台这个，它这个解码哈，好久，需要的时间很久哈。我们上传之后还需要将近一天的时间啊，等它把这个解码成那个高清版本哈。嗯。这样我们才能公开，要不然大家看的就一片糊啊。我们还在解释为什么会时不时断更吗？哦，天哪，升级桥梁，哦，那么多石头消耗这么多啊！哎，现在风车又都运转了，所以之前那个应该是 bug。 因为之前是黑大壮，所以他不认识你。你谁呀？你就让我转。这边这个坏了啊，我们还是一样啊，晚上试潮之前修。哎，犀利，你这个，我说失潮跟犀利有什么？绝对有关系。在说啥？啊、谁在砸墙？你出去看一下吧。你说没开那个门？那个门没开。哎。是不容易啊，我们、嗯、那个外墙这两天检查一下。哦，外墙还是被拆了。哦，好多，好，来吧。在夜黑风高的夜晚，已经凌晨五点了，就是大爷大妈起来晨练的时间。好，一次也没啊，刚说一次也没被打。你不是说我有双手挤在手怎么样？所以人不能飘、啊、哎。你基本上每隔几天就会重复一下上面的对话。嗯，这房子不修了哈，因为现在修了那，别修，现在修了有可能它这个损坏周期啊，正好赶在试潮之前啊，或者试潮当中，可能它又要坏掉啊，这样就不合适了。我们。等你都弄好了，我们去一趟地铁站呢，我再去敲一顿矿。我对那里念念不忘。他刷出来了吗？肯定刷出来，而且就算没刷出来也没事啊，上次有好多没砍完的呢。行，等我啊，等稍微亮了之后吧。今天吗？嗯，今天。嗯，好，带着弩车啊、哦。带着弩车，还有带那个火焰喷射器。啊，火焰喷射器也带吗？嗯。那我用火焰喷射器了、嗯、是让我用火焰喷射器，我用啊，就是以后不做这个弓弩流了哈，走吧应该是啊，不走这个箭弩流了哈，火焰流，不知道在说什么，反正好用就行。那我是什么流啊？你是光剑流啊，是无脑冲的那个流。可是我无脑怎么会存活率更高呢？不是无脑应该是存活率低吗？给。哦。早晨做好，然后放冰箱里的。嗯、啊。这个风车平台啊，你看这个底下这个反光啊，迎着清晨的阳光。啊，太阳在哪？啊，这个房。我建议你倒个门、嗯，晚上的时候把风车那块保护起来，以防万一。万一要是怪物冲进家了，他们打坏一个风车，我们损失都很大，打坏电池损失也都很大。嗯。所以我建议你就在这块。有道理，不，直接在这个楼梯口设个门。那也行。是吧？就怪就是。不然怪、嗯、那也行，反正我建议你这样放个门，因为
信不着啊。行，哎，我回到我的安全地点去休养了。平时开着、嗯啊、不过最近有点淡化的感觉，没有吧？没有啊、嗯、就失潮之前才会把它关上嘛、嗯、哦，在这看我们的基地很有规模嘞。啊，那我们的基地是个品字型。嗯，跟第一天不一样哈。嗯，我们要做合集，我们一天一天的变化。好，我给我们先做火焰喷射器啊，火焰喷射器啊，刚刚把都放进去了、嗯、丁素胶定铁板。那我有两本可以用。好了吧。这个书都只有两本的我才会用哈。嗯。有一本的我不会用。好，我们有火焰喷射器，伤害30，我们升级它看看。所有会动的都得打。抓几只鸟。你这食材这个冰箱里面怎么还有加巴的50刀？嗯，那就是我储存我的宝贝的地方，还有炸药呢。好，火焰喷射器啊，这个弩基本就不用了。我应该还可以做光剑、嗯、你也用光剑？嗯，像跟你用一样的武器。不对，跟你不一样。我的是单手的。为什么我的是双手的？你不是喜欢双手的吗？哦，我看看吧，不一定。好，光剑啊、嗯，用这个光剑代替这个铁管。哼，光剑只能加二了。缺什么？那个麻雀。嗯，我们今天出来看能不能打到吧。嗯，我也应该比这个铁棍好用哈。啊，好渺小啊，感觉不太好细啊，适合我。啊，对了，带弩车材料。还有火焰喷射器吗？嗯。六钉六绳。火焰喷射器我往这边试吧。不行。嗯。哦。嗯、没烧到什么东西吧？你看你烧坏什么东西？没有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我一直是准备好装，我都出去溜达一圈回来。是什么？啊，正好我有师兄我的空间。哎！我看到了什么？走吧。啊！我看到了什么？地铁，好像是在这附近。又出来了，没事，走。啊，又来了一只，来吧，你试试你的光剑吧。我们得打麻雀呀、啊，缺家巧啊。哎。啊！我就看到你被啪啪扇。
力支援你一下，不好支援。嗯，咱俩得好好练习练习配合。嗯。啊、快去快回，十二点自线回来争取。好、啊。跟上了吗？好、啊。嗯。我路上可能会采集什么，对、啊、对、啊、采，我会跟着你。你现在树枝什么的都齐缺。树枝我们不是可以用藤蔓做吗？对啊，藤蔓也现在被用差不多了。哦，那我去收集就行了。嗯。然后什么树叶什么的也以后也都会需要。你先进去清一下吧，看看是不是需要重新清。哎呀，没带弩车的弹药。弹药。啊。那你不是有火焰喷射器吗？弹药需要什么呀？得需要工作才能做。啊。那就清掉一个隧道，然后我下去砍了去。我疯了。你看，你看这些出门的准备工作，好久没出门了。那你建一个别的，帮你能杀丧尸的东西。哦，外头有只丧尸，好像会吸引进去。哦，有丧尸被吸引进去了。嗯，你还好吗？好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我是枪啊。觉得不太妙啊。你是为了综艺效果吗？不不，这清得快。不是，就忘带东西什么这些，是为了综艺效果。怎么可能？我这不是综艺项啊。对啊，但是所以我也很奇怪啊，你是为了综艺效果啊？应该他们在被火点着哇哇哇的时候应该打他们、嗯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我说的那种可以建基地的地方，就建防守型基地的地方。我能进去了吗？能。那里面好黑啊。开灯啊。哦、你为什么永远都忘了身上有灯？还有炸药可以炸他吗？不用，我是带着炸药出来的。你带炸药出来了吗？啊、哦，那个矿也可以直接用炸药炸，知道吧？那样会很快。但这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好。啊、哦。好，这边清了。嗯。嗯，看看那一头有没有矿。哦，我的剑好帅啊。哎，这一次好像有，不过是没刷出来吗？哦，你的，哦，是吧？哦，夜光不错不错，挺多。我喷一下，然后你跟在后面你砍吧，他们会不停的抽搐。哦，那你走开。啊、怎么了？什么东西能炸呀？爆炸丧尸。这里有爆炸丧尸？不是爆炸，那个呸。哦哦。你这个火焰没了。啊、哦，没了。好、哦，我再补上。好，去砍吧。嗯、哦。再有个弩车就会很轻松哈、啊。我们是有弩车呀。不。现在没炸了。对啊，但是你这个病具还是要挑开的，跟弩车没关系。弩车我们有。这地上的东西一会儿你捡吧哈。嗯。好。你小心。哎，这有个。你注意补血啊。嗯。
好，这个隧道我们得去那头。什么？就估计还得往里走才能有更多的矿，它得到隧道尽头矿才比较多。嗯嗯，我在想这边的这个矿是不是我们采过，这还没生成？不是。我们顶上的丧尸就不要管它了，它也不会下来，我们就沿着这个隧道往前走。但是还是得上去。嗯，上去之后就往前跑吧。哎，我们上次清的是不是这边？差不多。我们得再下去吗？还是上次这个地下二楼的好像没有？哦，我们来反了，应该往那个尽头过去，走吧，反方向。这边吧。嗯。啊，怎么？你们这么站得这么零星啊？啊，你们就在那烧着。你下来吧，行，你打野下。啊，对，你看这边有。有矿有矿。你把他们拖着过来吧，我打他们，你过来踩吧。死了。那我再去侦查另一边哈。嗯。你用炸药拆。我炸一下试试。行，我等一下，我也看一下，我没带炸药。往那个矿最多的地方扔，往那个这个我站着这里扔。哎，快走快走快走、哎！有啥反应吗？嗯、走开走开，我还要试。哦，不是你那样能瞄准吗？你过来。还像可以。嗯，但是你直接踩吧。对，我还是。这样之后估计踩起来就容易了。嗯。或者是直接用那个火箭炮，就你拿那个。哎呀，我都搞不清楚自己在哪，我被矿给埋了。啊！炸死我的那个火箭炮。啊！榴弹发射器。榴弹发射器啊，它的话就直接就能全部都炸开。啊！从这边回来之后，右边的平台就是下二楼的地方。下来个地下楼。那我知道怎么下去了，这块我比较熟。嗯。地下二楼，上次嘛还没刷出来。啊，这边也有一个矿，这边我们也那天清了是吗？没有吧，就是尽头。我想看那个尽头。行，我上去开一下无双。先补个血。哦，我的炸药没了。果然用炸药很嗨耶！下次我把炸药都带走。你又给你。哦，好爽啊！上面那个嗷嗷好惨啊，一直在叫也没人理他。那我这边清完了，我下去找你哈。我这边我举着这个剑像赛博朋克一样。出来之后右边。右边那个平台。哦，看到下去的了，下去了哈。嗯。箱子也都没刷出来。嗯。然后这条隧道哈。嗯。啊，还是费血。啊，一点血不费是很难的。我是进错隧道了吗？你怎下来还往下下呀。啊，不我现在去接你，你能看到我的这个方向了，看到我了吧？看到等一下，好多丧尸啊，我先喷一下。好，砍吧。
哎呀呀，哎呀，哇，啊，砍吧。欺负师，so easy， 走。行，那地上这些你来，我来捡啊。嗯，行吧，我继续去探路，这个丧尸交给你了。是。啊，不对，我刚你探什么路？我们不是得下去清隧道吗？对，什么情况？我不是应该这样下来吗？嗯。啊，看看，这个是隧道里面进不去吧？这头进不去。那他进不去吗？啊，那我白清了，等等。这头吧。我就从那头过来，那边有一个矿，那个你慢慢敲。你把他打死直接。哎，那个相同去哪？我看看那头没有是吗？不知道，好像有。过去看看。嘿，雾一片，好像有。有。哇！行，我先过去，我先敲了哈。不，你先得把他们杀死了。我相信你。不，我怕我还会烧到你。哎，里面很多。我没进去，我在外面。你还好吗？我抓紧时间敲嘛。哦，还好你带了第二样武器。嗯，这边空间狭小，也就用这个小光剑。嗯。敲完这话我就回去哈。嗯。我这学习了一下，果然感觉活动起来更顺畅，血回的也快，跳的也更轻。你的双手光剑可以采矿是吧？可以吧，我没用它采矿。你不是上次？那我的这个呢？你试试吧，应该行。那我刚跟乖打的时候，哦，可以好像。嗯，可以。跟乖打的时候，我应该用这个双手戟打吗？但是石头会卡住，你可能打不着怪啊。对。哦，也更惨。能啊，这边交给你了哈。嗯。那我干嘛呢？我也得跟着敲了。或者你搜一下有没有什么资源生成啊？我这边很快就敲完了，我采矿速度很快。行。那我杀丧尸吧。他们也提供研究材料吗？不是，而且清一下，下次来我们就是。对。地上那些你都捡了吧？地上什么呀？就掉地上的那些资料，我没有捡多少。哦，我捡了。估计这个地穴里面的矿采完之后，它要生成需要补血。哇！好，来吧，来吧，啊！你自己补血啊。嗯。我疯了！你现在不要过来！我现在也疯了，就我眼里只有矿。丧尸来咬我都不好使，我都要先把矿敲碎了才能跟他打。
你们那边好惊险啊，要修堵车就好了哈。嗯。哎，警察局的时候原来是我们的高光时刻。哎，这些矿不会生成了吧？这些矿点应该会吧，只要给它足够多的时间。嗯。嗯。那我们下次来就采矿的话，就去三层采哈。嗯。你那边可以吧？没事吧？嗯。啊！如果现在是血尸的话，我现在应该浑身是血。你是说那个游戏里面吗？敌人的血分不清是丧尸还是你，很容易被队友突出几枪。啊！我刚说从哪上来的？完了，迷路了。杀红了眼。单纯迷路了吧？你可以跟着包包走。韩塞尔和那个什么似的。对呀。哎呀，下午一点了，我们你采完那个就回去哈。嗯。就是这个火焰着火了，就是还能打到他们的那个攻击。这什么？这是个汉堡吗？这还有彩蛋吗？难道？哦，这底下有好多矿哦。下次可以来这儿。嗯，下次来去那儿采。嗯。嗯。完事儿。我看看我采到了。信号。暗号。我看我采到了多少铁矿。24,6,8,10。哦，我采到了好多呀。嗯、有100个吗？100多。嗯。那你200。啊。行。嗯，回家。啊，下午2点。嗯。没时间打猎了。先回家。哎，不是我。嗯。你这是什么样的人品？哎呦呦呦！哎呦，战役十八跌呢，他还。我去拆车呢。哦，这个车好新呢、啊，这是什么广告吗？拆不了是吗？拆不了。所以我才感觉是、啊。加速反方向。我、嗯、这什么活着的都没见到呢。不知道，就我们出来的太少了吧，它是有概率的。以后家里看见一定要打。我其实能看见，但是我总是打不到他们。哦，所以这个枪也是得看提枪量的。就感觉我们家附近就对生物最多。是因为我们生活了，所以。这、嗯、还有熊啊什么的。哦，白天。哦，家是这个样子。今晚巨型丧尸来啊、哦！你千万别忘了做子弹啊、嗯！啊，那边那个鹿先不打。嗯，鹿我们不是很缺，我们现在主要缺天上飞的，嗯、尤其是鸟肉。啊，这个风车平台有点帅哈。嗯。但是有点脆弱，哎，当时后悔了，要是把它升高一点就好了。感觉这样巨型丧尸一锤子就倒啊！对哈，嗯，就一旦巨型丧尸攻击它，我们就完了。所以我们考虑是不是应该把它升高一层，就长痛不如短痛。这又是一个啊很艰难的抉择。没什么艰难的，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。就既然想起来了，总比真的被拆了强。嗯，那今天什么也做不了了，就。关键是来不来得及拆，你可以先在顶上建一层，然后再原样复制上去。好吧。对吧？就直接建高一点，比现在再升高两层是最好。就巨型丧尸打不着。嗯。嗯，先把这些鸟肉放进你的冰箱里面。
我冰箱我不知道怎么放哈，我就乱放了哈。嗯。然后最后再建我们的城堡餐桌这些吧。经过昨天发现我们的生活依然很艰难，没有任何改变。本来还以为啊，我们可以建设生活区了呢。No，我的厨房什么也都往后放一放吧，先活下来，这样也是增加我们的实力嘛。至少我们现在有宠物了，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就是提高我们的那个精神幸福度。啊，嗯，我们是有路的人。他以后要是能加那种什么驯养计划就好了哈，那就酷了。嗯，这个光剑攻击范围好大呀。嗯，我小心点，别把装灯的那个树给砍断了。但是不知道这个时间干能不能干完。嗯，能干是能干。我又开始开启疯狂采集模式了。不是我昨晚死了，对啊，我现在是不是拆除大师啊？你学习的时候没看一下吗？哦，是老练测试员，建筑大师，我学吧，建筑。这样的话，耗材就变少。好，我现在建筑系，我满分哈。我一会要把今天采集的东西都走到你面前丢到地上。啊，不，你放下去。哦，还可以增加跳跃力啊。对啊，我都点到顶了已经。哦，所以你能那么上窜下跳是吗？对啊，还有那个什么高处掉落伤害，但这个我觉得你点了也没啥用，因为你掉的那个高度，根本不是什么对能够伤害减免的程度是吗？对啊。就已经不是人力可以匹及，你得变成超人。这个游戏得加入玄幻元素，你才能活下来。你是棕蘑菇，哦，果然是。我直接拆这个的话，它这个桥是不是全部都塌了？哦，但这样材料应该全部都回收了吧？
你在，好吧，我想让你在下面看一下我站的这个高度，是不是就距离上次就够不着了？那行，等我回去看看啊。正好我也收集的差不多了。感觉，还不行。你看啊，巨型丧尸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刚才？我喷一下火焰喷射器啊，能伤到你吗？这么远？反正我躲开了。差不多吧，这么高。等等等等啊，我到这边这个塔上我就有数了。我。它比不比这个高？如果比这个高的话，就肯定没事儿了。就有没有我站的这个高？应该比那个高，那就应该应没该没事事。然后我们院子还得往外扩一圈吧，然后生成石墙那样，就这样，巨型丧尸就不能让它够着嘛。或者是你建平台的时候往回建一下什么？铁矿石也放在这里面是吧？哇，这是真的，掉下去就完蛋了。我吃下去。还有本书在这啊，建筑。对吧？这护栏一定得加，护栏真的一定得加，这先加护栏，天哪，这掉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就是护栏最先加的是护栏，要不然我怕我干活的时候我会摔下去好几次。那样死了就太对呀。冤了。哎，小鹿呢？没了？不见了，难道贝狼？小鹿没了。我们这是把狼关进去。你开那个门，狼呢？狼呢？你把那个门开了。狼在这，是不是你把鹿给吃了？你在外面准备，狼追谁就进去哈。狼呢？追我是吧？哎，追你是吧？你进去。然后跑出来，关关，他拆门，成功了，不是，他在拆这个吗？哦，好凶啊！我不接近他，不是路呢？不知道，没了，就回来就发现他没了，然后也没有什么肉什么的出现。就被偷了，我们鹿被人偷走了，他能把这个拆吗？能拆。能拆。那我们离他远点，他是不是就不发疯了？那我们也不能一直远离这个呀。把它放出来。但是我有点怕他，没事，我有光剑，来吧。我们小鹿没了。我们重新读档看看。读哪个档啊？就现在先保存。好吧。好生气！我们今天上来的时候明明还在呢，怎么回来就没了？
路不在。什么原理呢？被偷了。我下次再抓看看。嗯。那只是天选之鹿，不正好就钻到我面前的，剩下的鹿都不是天选之鹿了，没准下次上下它又会回来了。我们刚才不应该开门哦？怎么了？哎，没事儿。哎，啊，你叫的好惨，吓死我！哦，我这真吓了一跳，我以为怎么了呢？哦，那边有个缝，缝了。啊，那个栏杆忽然有个缝啊！但是我隐约感觉我没法解决那个缝。啊，那就先不要管它了，先活过今晚吧。啊，这有个缝。啊，是狼皮。啊，小鹿到底去哪儿了？这有个缝。六点了，快建设吧。这个一定让你很难受吧？明知道有个缝，却不能去专心解决。嗯，可以这哎，又不行了！你现在一 A 我就怕。这怎么上次不是能放吗？之前不是能放吗？这。啊。好混乱的两天啊！嗯。我们的路丢了，我们就幸运就没了。鹿来了，我们就一切都很顺利，很幸运。我们小鹿丢了，这你这个风车平台是不是一往后建的？往侧面建，感觉怎么都有点……啊，不过已经建了，就这样了。往后也一样啊。我们要克服恐惧，面对恐惧。说恐惧什么的都不是实际的，是吧？都不是实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是实的，但是我们要危险才是实的。跟你聊天好难哦。我的意思是，恐惧是得，恐惧都是虚的，是吧？只是你自己内心的一个东西，其实它可能影响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，是吧？但是恐惧不就是本能、就是、告诉你危险？得适当的那个忽略恐惧，嗯，但危险就不一样。明白了吗？八点了，我整点报时。追我吗？哦哦哦！我好像能抓到一只猪，快开门！哦哦哦！
没事没事，我开了。然后丧尸的话，我，你进陷阱的话，丧尸们陷阱会打到猪吗？我怕猪迷在陷阱里出不来了。我给你开门吧。你给我开哪个门呢？这个门。好，里头的门你开了吗？开了开了。好，你把丧尸拦住，我把猪带进来。我怎么只跳？好好。猪跟进来了吗？嗯。等等。哎，猪，这，哎。不是，猪是攻击你的话，那他会拆家呀。啊，他怎么到处乱走？不是你进去，他不就跟着你吗？对呀，啊，但没有，他没有跟进去，他就开始在家里乱走。啊，好了，那他现在，我去把那个大门关了。他现在处于那个和平模式了，他就不会拆东西吧？应该我们。那他在哪呢？在这，哦，进去。进去，那玩意应该用个门。嗯，厨房应该用个门。好，下来了。下来。晚上9点了。你接着建吧，先不管他了。哎，他把我们这个菜地全都拱了，怎么办？啊，他来了，你准备去？他来了，他不会穿我，他不会穿，别打。对，然后他就会攻击我了。然后呢？然后进来，对，然后关门，成功了。他要拆家了。等一会儿他就消停了。啊，好了，你接着去建吧，不用管了。那你记得修着他。哦。他一只猪而已，他能拆成什么？海水也用了就会变少啊。天哪！真的吗？又踩了一只猪回来，好了，它消停了。消停了。没有小鹿了，今晚重新征集猪的名字。小鹿丢了。它是另一个花花。关键是它们没有一个是真的带花的呀。你还不如叫它猪猪嘞。来，今天晚上啊，重新征集名字，大家集思广益，不攻击了。我来修一下墙。哦，这个电线够这吗？够吗？哦，够。连。好了，猪猪，你不要闹啊！第一个。嗯，他不攻击了，他现在和平模式。这个99%而已，我就修一下，都以防万一。我怕丧尸进来偷我的猪。这是屋顶也给他盖上了。那要又丢了呢？那我们就没话可说。对啊。那这样我们至少有个证据嘛，可以找个说理去嘛，是吧？屋顶都盖了，那他没了，那真的是你们这个那那边说，那你们打地基了吗？他可以挖洞啊！我感觉你说路会不会是从这么跳上去的，越狱似的从这儿？你进去了？嗯，哎，我怎么出来了？对啊，不是我是建筑师啊。你是建筑师，所以呢，猪也会上楼梯哦。他刚才上的可熟练了，腾。不是，我是会。你为什么要进去呢？啊，no！ 啊，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刚才要进去。来，没事，再来，啊，随便吧，赶紧九点。去修房子吧，我洗好了。快点！他在哪儿？我去打他一下。别打！那不打他得赶到什么时候啊？靠赶。他你之前打了他几下呀？一下，好了，进去。哎，一下。对啊，我就用拳头打了他一下。行，那你再，他应该能挨，不会死吧？哪有那么容易死啊？嗯。哎，他在这儿出不来。那我把他。快建，快圈。圈在这儿吗？真的？对，快点。不是，那你怎么进去啊？这边不行。我可以跳啊，这里我可以跳啊。不是。里面往里矿啊，里面不，哦，他要，再等一下，啊，没事，他只能在这儿了，那，啊，行，先这样吧，天哪，认真的吗？哎，行，你是要把它圈在这里是吗？啊，就这么圈着吧，不，
哎，不是在这里圈着圈哪儿都好，好，好，是吧？你是要把它圈在这儿是吗？嗯。好，那把这个陷阱给拿出来拆了吧。不用啊，陷阱我一样可以进去拿，我可以跳啊。这样，行了，你赶紧去建吧，这会儿你不要乱动了。入圈哈。嗯。等一下，那得把这些都得升级了，万一着火我们这次坚决不要让它着，而且它也没地方可着火，是不是？它不连接着其他地方任何地方。嗯、行了，我们养猪了，啊，这是我们的储备粮。天哪，感觉怎么比那个鹿的待遇低呢？肯定啊，它又没有鹿长得可爱。等我们再把那边也改成这种矮狼干，然后我们开始养什么小兔子呀、小狐狸啊这些。你快点建吧，感觉时间很紧迫呀、还有那个炮弹也没建的吧？南瓜、西葫芦，差不多差不多。你看，那个风车这边他们已经开始运作了。那边前面电池是不是冲进去了？嗯，不知道，我没看，我在收地呢。嗯、不急不急。什么声音？它出来了。啊？这个猪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哦，出来了，哦，然后他被陷阱抓住了，好像是，啊，死了，被陷阱给卡住了，所以我，啊，是吗？可说，是那只猪吗？所以还是得把它关在里面是吧哈？嗯，没事，下次啊，哦，这个门开着啊，下次猪是可以哈，狐狸也可以，应该狐狸也可以，你打它一拳，是不是？嗯，你对动物的伤害那个技能没点开吧？我现在不想说话，我现在很心累。行，你先恢复一下情绪。我继续，我造那个，火箭炮弹药啊，宁静。不是你里面那个陷阱你都没踩中，你为什么要踩中外面这个？你是你是怎么想的？这怎么发生的这一切？哎，那没办法，不在了，就不应该把它从里面再放出来。嗯，归根究底是谁的错？啊！我的错。你跳进去干嘛？然后就又出来了。啊，我们种出来西瓜了。现在能做想活着不好吗？有机会活着不活着，非要去自杀，啊，你感到失望。啊，气得我都迷路了，在家里。你不生气吗？我没资格生气，因为是我放出来的。我不敢，我敢怒不敢言。喂，你还怒？嗯？那这只小鹿会不会就是我们的小鹿啊？后来他刷出了陷阱，刷出了小鹿是吗？哦。多少年等？我一定要再找一只小鹿回来。嗯，好，给火箭炮上膛20发啊，20发的话，来3只也应该能顶6发，我看6发能打1只。哎，麻雀，嗯，